即再制啊，对，就是你事后加工烘焙，对，烘焙烘干，对，好 ，OK。那这边呢，刚刚那个茶其实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绿茶，那绿茶是你们刚刚喝的，我们那是单一基春茶，现在做的叫夏茶。那这个茶茶青，为什么说要3000公斤？是因为这个机器太快了，这机器关到最小的话，一个小时大概还有500公斤的速度。那开到正常速度大概是800到1000一个小时，那温度很高，里面到200度，那茶青在里面只要1分钟就熟了，很快。那原理的话就跟家里的炒菜锅盖上锅盖一样，就是把茶炒熟。对，只是它因为是设计过的，它里面有蓄压，还有大量的蒸汽压力，所以速度会比较快。